来到这期的积极修身房评，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非常漂亮的豪宅。这个房子现在它是样板间，但是它现在打包家具还有所有的装饰品一起出售，也就是说一口价，然后就整个房子把所有东西都给你留下，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样板间。这个房子不加家具的话，它也是值将近110万的。那现在它包了家具，还是卖110万，其实是109万9900哈，就是基本上就是110万这个价格。让我们走近看看吧。它有双车库，然后呢，门口这边还有一个车库，这边是一共三车库，然后旁边这地方有一个小亭子，这样的一个小庭院，就是感觉上的这种，很有小资的气息的这样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样才进入这个房子。双开大门，但是你看它的这个玻璃是一个很透明的玻璃，因为它当年是样板间嘛。打开才是能看到这个房子更漂亮的地方。现在就一直有人在看房了，因为这个房这样出售真的是很划算，你装修的钱，买家具的钱，然后包括买装饰品的钱，什么都省了。这样的一个旋转楼梯走进来，看啊，这个今天要好好看看家具了，因为这些家具都会留下的。你看它的装修的风格，奶茶色的一个地板，然后超级大的大窗户，全部都留下，包括它的灯、它的画、它的 pillow， 还有这些所有的你看得到的家具和装饰品。就是整体来讲，样板间给你做的就超级精致，并且呢，这个样板间的升级很多，毕竟是样板间嘛哈，它的客厅都有镶嵌式的音响，所以你用手机操作一下，整个房子都开始放音乐喽。就是它的样板间的这个装修，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家具，你就算是找设计师给你配，其实也要花很多钱。很少很少有这么好的样板间包家具一起卖的，好多漂亮的大房子样板间都不包家具，就是你买完了之后，你想你要花时间去配家具，也要花时间去构思你想要的是什么，去淘，还是比较麻烦的。像这样子一下子就全部都包的，还是蛮方便蛮容易的，起码你可以搬来休斯顿的时候拎包入住就来了。那这边这个空间呢，就是它这个厨房的一个空间，包括您看到桌子上摆的这些东西也都会留下，灯也超级漂亮，样板间所用的所有的金属部件也都是比较特殊的、比较漂亮的、高端的这样的浅黄色金属部件，基本上是奶油色啊、奶茶色配各种浅黄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。近的看一下，它这个浅黄调跟平常我们看到的一些艳黄还是很不一样的，它有一点做旧的铜的感觉，所以就感觉很高级。你看这种淡淡的做旧的铜的感觉就超级高级，并且呢，这个样板间的细节做得很好。你看橱柜下的灯啊，全部都细节全部做了，包括现在看到的这个陶瓷的水池，陶瓷的水池，对，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在的这个大台面，加上它有一个 waterfall， 全部做了。样板间的升级基本上就是能用好的东西全都给你展现出来了。当然了，还有冰箱啊这些电器，它也都会都给您留下，包括它厨房的旁边呢，还有一个吧台就在这里。你看他还做了最上面这一排，对，就是所有的橱柜都做到顶，这是一个升级的项目，在顶部的橱柜做上玻璃又是另外一个升级项目，顶部橱柜做上玻璃再做上灯，这就是第三个升级项目。所以如果你想做到顶做玻璃再做灯，就是三个升级项目。然后我们再从这边走，这边呢是旁边的一个小吧台，包括吧台里边的所有装饰品他也都会给您留下，很容易就可以就是把这些装饰都做得很漂亮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再穿过这个漂亮的大客厅，然后穿过它这么多漂亮的大窗户之后，然后我们穿过客厅再看一下旁边的一个很好的地方。其实我们这个房子一进门的时候呢，就是有主餐厅的，但是我们刚才一进门就赶紧来客厅了，就没有给大家展示这个主餐厅。这边这个主餐厅呢，就是在一进门的旁边，包括灯具、所有的装饰品啊，这些包括主餐厅的背景墙，全部都是因为是样板间才会有的构造。然后再从这个大门再到旁边，
这儿就是我最喜欢的，也是你买一个房子自己来做的话，真的非常难做的这个调调书好房。漂亮。这书房就是我曾经想过啊，我自己也能做出这样的书房来。但是当这个房子是你的时候，你再去做这个书房，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是有点难的，就是有些细节上好像做不出人家这感觉来。书房的旁边还有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，所以在厨房忙了之后，如果想上洗手间的话，也可以在旁边。因为他客人用的洗手间也是做了非常多的装修升级，包括他墙上的一些贴砖都做得特别的好。看完这边之后，我们就要去主卧看一下了。在里面就到了主卧的位置，主卧整体的面积很大，也有这样的大型的飘窗，旁边放个小座位，在这儿喝个茶、看个报、刷个手机，阳光射进来，非常的美。然后 king 的床哈，主卧都是 king 的床，而且样板间的主卧都不是地毯的，样板间的灯具都做得很漂亮，吊顶也吊了，镶嵌式音箱也做了，然后地板也做了。非常高端的升级的欧洲橡木的地板，它的主卧的地板就不是地毯了。但大多数的现房或者是你选建的时候的这个主卧基本上都是地毯，除非你花钱升级成地板。然后双开的门走进来，漂亮的洗手间，这浴缸就够大了，是吧？对整呀。体的配色就显得很好看，包括有女主人的洗手台、化妆台啊，然后再走进来。就连衣帽间全部都做了隔断，这些都是很经典的地方。在这个洗手间，就是看这洗手间的时候，有一些细节，比如说它这个 walk-in 式的淋浴间里面的马赛克，还有它的这个大理石，都是这种升级的项目，是跟它整体装修的色调来匹配的。然后就是金色的、金棕色的这种调调都是相匹配的。然后在旁边呢，还有一个小的衣帽间啊，很明显，小衣帽间都是给男主人做的。来，我来看我的衣帽间。哼 那我们现在就上二楼。上来了之后，左右手两边分别都有卧室。先来这边，在右手边基本上就是活动的区域，也是讲究动静分离的。这个房子总体的面积有4467尺，然后它的占地面积大概就是在8、9千尺左右的一个占地面积。您现在看到的二楼的这些活动区域的所有东西也都是留下的，哎，这种装饰品也会留下。所以，格调全都给您做得很漂亮，其实比自己摆个台球桌要好看很多。然后呢，在旁边我们走进来就是它的放映厅了。这个放映厅摆的这个家具是让我觉得好爽的这种，这种凳子啊，这种感觉，就觉得自己家里不好摆出来。所以这样的装的这么好的家具，又配得好漂亮、好完善的样板间，真是太难得了。这真的是这房子特别大的一个卖点，并且它这个社区也特别好。锡耶纳这个社区呢，是一个很高端的社区，它的开发商叫 Johnson Developer，它也是在休顿西南方向哈，继 Riverstone 之后最高端的开发商了。那这个社区的房子也卖得特别的好。我第一次拍这个样板间的时候，可能就是2年前吧，现在已经全部卖完了。几乎就是全部卖完了才会卖样板间，然后在旁边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洗手间的，但是这个洗手间是跟另外一个卧室它是共用的，那个卧室已经被变成一个就是办公室了，但其实它就是个卧室。哦，人家这个办公桌是会搬走的，所以那个卧室会是空的，是没有床的。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走，看，我们从楼梯走上来，从这边。啊，这边呢就是另外一个卧室，
这是一看就是男生的卧室哈，这个卧室，他还做了一个斜墙，一看就是这个篮球爱好者。我还问过这些装饰品会留下的，就是单只的这种鞋会留下，就好看的嘛。您不喜欢你就扔掉好了，摆你喜欢的这些东西。然后这边是他的洗手间。从卧室穿过来，在这样一个空间，有这么大的玻璃，放了几个凳子，虽然挺鸡肋的，也没啥用，可是就让你觉得这很舒服，整个二楼的感觉就连在一起的感觉很舒服。然后旁边的这个房间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也是一个办公室，这个办公桌会搬走的，办公桌是不留下的哈。然后这个房间就没有床了，所以说它二楼只有一个房间有床，也就是您还要再买两张床，就打这样的一个搭配。那这个房子呢，一共是五个卧室，四个半洗手间。哎，刚才一二三四个卧室，第五个在哪？没有五个卧室，这房子没有五个卧室，一楼还有吗？有印象了，一楼没有卧室。还在录着，你要不继至续吧？往下找找，看看吗？一好，楼有没有卧走。室。哎，对。啊，真的有漏掉了，在这里。一楼的另外一个卧室，刚才给我漏掉了，我一看。五个卧室，四个半洗手间。这卧室没看到，它是在洗衣房旁边的。然后再往外走，这卧室也都是带洗手间的，在这边。从卧室出来之后，这边就是洗衣房，然后后面就是车库门，洗衣机、烘干机也都会留下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。今天看的这套房子总结起来呢，就是4467尺。它其实是2021年改的，但是现在建商跟我说2023年，其实应该不是哈，因为这房子很早之前我就见到了，非常大的大窗户，再加上高挑的客厅，然后非常高端的建筑商 Newmark 在高端的社区 Sienna，这个社区离中国城的距离大概就是在28分钟左右，离这个唐城是紧紧挨在一起的。然后这个房子的后面呢是没有邻居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去院子看看，从这边走。它的院子不是很大，走出来之后是有一个加长的一个 patio，然后这个 patio 里面是留着水电气和下水的，所以你可以做室外厨房。它的水电气下水就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留着这个空间才能做室外厨房。然后，整个你看院子就这样，一眼就望到边儿了。这就是这个房子的院子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110万美金全包的，一个新房样板间，别忘联系基地休斯顿地产团队。我是基地，加微信或者是给我打电话联系我吧。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地方的位置在哪里呢？Sienna 社区位于休斯顿的 Missouri 这个区域当中，它离着六号高速公路还是59高速公路都非常的近。社区里面有高尔夫球场，而且是个18栋的高尔夫球场，有好几个泳池、活动中心、健身房，然后有非常多的湖泊，有网球场、有篮球场，有非常多的公共活动区域，都注定了这个社区是一个非常大的规划性社区。每个社区管理费呢，只有1095美金，这些社区的设施都是包含在内的，并且呢，这个社区离着医学中心，离着市中心也不是很远，所以这个社区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。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社区离各个地方的距离是什么样子的吧。整个小区叫 Sienna，这个 Sienna 的社区也是很大的，它紧挨着 Riverstone，上面就是 Riverstone，下面这一大片就是 Sienna，它们是紧挨着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它到各个地方的距离是什么样子的。到中国城的距离是28分钟。
到 Uptown 的距离是38分钟，到医学中心的距离是30分钟左右，因为我这个标的写的是莱斯大学，医学中心比莱斯大学还会近一些。